在想换了个人出现，对，好久不见，在笑容变得很直接，对，我在晕眩，烦恼又在想以前，想得很远，到底那我们俩之间，只烂掉了，在笑容变成了假面，原来埋在内心，他不想暴露变成了焦点，我懂很多感受，我不接受，对的大道